维宇森着错衫，一身湿。维宇森 Ranky 连同师兄 Eddie 早前出席首杯活动，现身铜锣湾街头嘅时候就齐齐着错衫。Ranky 仲领先潮流以抽装示人，而活动仲要走嚟走去同观众玩游戏，最终搞到佢两个成身湿晒啊！而喺访问嘅时候，仲惊见 Ranky 又湿又雨痕添啊！今次排舞台劇就首先多謝大師兄啦，咁佢就幫手呢個舞台劇嘅編排啊，所有舞蹈舞蹈編排啦，咁所以咧佢嘅腳都係我編排預咗嘅，佢預咗咩舞？係咪？因為個同佢跳嗰個咧，就係阿達仔嚟嘅，係，所以有啲 partner 嘅嘢，可能達仔佢未慣啦，同埋佢比較瘦削。你骨太重啦，因為要抱起嚟噶，係啊，要抱起我噶，帶咗落嚟，帶咗你落嚟，即係舐佢啊嘛，都 OK 嘅，佢救得翻我後尾，撞淤咗啦，係啊，第一次做呢個舞台劇啦，咁就同埋蝦頭一齊嘅，咁今次個舞台劇係蝦頭自己自編自導自演啦，咁就教咗我同達仔都好多嘢喺個舞台劇上面，咁亦都會演五個唔同嘅角色。咁到因為個劇觀眾係啦，精神分裂，同埋同達仔係好肉麻，由到鬧交到公公婆婆乜嘢都有。做戀人啊，真係都有啊，都有㗎，即係唔排除有咩可能發生。